下带这一首《你的行李》。你们是一种合唱歌曲、啊。对，你们有一段是，有一段就，就合唱的歌曲、啊、其实它这是一个，它一男一女在唱歌，然后只是，就把它诠释变成是男生、嗯，就都是男生在唱。然后这首歌曲就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，啊不是，我在那个什么蒙上刚好有人放这首歌，我听去，我有去查一下这一次，其实他这首歌是要这个创作人，他其实是要写给他爸爸，因为他爸爸已经过世了，可是他爸爸其实就是应该是也很支持他玩乐啊，对，谢震廷啊，一个叫谢震廷的。对，那这首歌就是写给他爸爸，写给他爸，就是他爸已经走了。然后，其实对我感触也很深啊，因为其实我爸刚走也没有多久这样。其实听到这首歌，因为就听到这首歌也会有点自己就有点难过，因为毕竟我在军中里面，然后可以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其实不多，对。接下来带来这首歌《你的心里》。好，我等他一下。对，然后好，我继续讲一下，再讲一下好了，讲一下很多话。对啊，就是这首给我感触很多，因为我爸刚走没有多久，然后其实我在部队里面当兵。所以回去，真的我算是那种自愿意的啦，就是那种职业军人。然后从我开始当兵之后，就没有再跟我爸吃过年夜饭，一直到他走为止。他走了之后也没有这个机会。所以我听到这首歌之后，其实就心里还有点哽咽，你知道吗？就其实心里还蛮难过的，对啊，感觉像自己没有尽到那种孝道。对，有时候太爱玩。所以可以的话，其实多陪陪家人。其实家人跟家，其实就是你一个最好的避风港。我把你的叮咛写成一封信，想念时候能温习你气息。把你的贴心整理成日记，说这时候能重建我信心。我知道你在生我的心，因为我没有开口挽留你，但你不知道我转身后的表情，面对分离好不容易。我的心里已经打包好我们的感情，没想到爱你却只能用离开代替，原谅我为你付出的勇气。在生我的气，因为我并没有开口挽留你，但你不知道我转身后的表情，面对分离好不容易。我的心里已经打包好我们的感情，没想到爱你却只能用力为你付出的勇气。你的心里我替你打包好美丽旋律，希望在你寂寞时安抚你，都怪我无能为力，才让我们变成回忆。
真的爱你，这句话我没装进你的心里，你的心里，你的心里。谢谢。对，抛出一下。